我哋去札幌啦。我哋搭咗5个钟头飞机，睇咗2套戏，终于去到札幌啦。咁我哋嚟到新千岁机场啦。虽然话呢度出面系6度啦，但系入面暖气系好足啊，所以咧我着住咁多，其实都几够暖嘅。净系机场啊，已经好多嘢睇，好多嘢买，唉，又唔舍得走啦。白化病嘅李家超。小熊猫啊，我哋迟啲会去呢个圆山动物园马都亚马苏，买晒嘢真系。我哋快啲去搭车，搭气咋？呢度好危险，好多嘢买。北海道咧4点几就已经天黑噶啦，所以咧每日都要早啲起身啦，争取多啲日间时间去活动嘅。哦，真系有啲冻喎。乜？原来你觉得好冻噶？我觉得啱啱好噃。我哋就嚟到酒店啦，酒店附近都有 Lawson， 真系好开心啊！有3间便利店喺附近啊，3间嘅关东煮食晒，试下边个味啲。系啊，我每次都做呢样嘢。我哋去到酒店啦 ，Cool AH 通。好唔好用啊？收玩具。好呀。食嘢先，好肚饿啊。又冻又肚饿，饥寒交迫。快啲行啦！第一餐就近近地去咗札幌楼上嘅根室花园食寿司啦。想食啲咩呢？就要写落张纸度落单嘅。食物方面呢，我就觉得不过不失啦。不过又真系几抵食嘅，每人都系100+港币左右咋。第二日我哋真系出发去揾小熊猫啦。哇，好靓啊呢度！呢个系咩地方啊？呢个公园咯。喺北海道旅行，每一日都要好早起身。好攰啊！哇，对面有只暴龙啊！你就想食拉面。我哋咧就要由大通站搭到去圆山公园站，只要跟住橙色南北线嘅牌行去4号月台，搭3个站就到噶啦。你见唔见到啲声？喊，真系喊出嚟！你期待咗成年咯。咁我哋喺圆山公园站咧，就已经见到有好多小熊猫嘅踪影啦。不过咧，我哋仲要去搭巴士嘅，搭15号线喺动物园前嗰个站度落车，咁行1分钟就会到噶啦。上车之前咧，都要记得睇清楚啊。好明显系雪啊，咁样睇都唔够咯。唔系啊，喺镜头中间睇得好清楚噶。我又嚟探亲啦，唔知姨妈姑姐喺唔喺入边呢？探姨妈姑姐之前咧，不如我哋睇咗其他动物先啦。入面嘅环境咧好舒服，人又少。不过咧最可惜就系今日落雨啊，所以都几冻下噶。我都系第一次见狮子老虎噶咋，佢哋嘅动态咧好似老麦放大咗好多咁样。个发型好似 Cynthia。不过你嚟到呢度，其他嘢都唔重要啦，你净系为咗睇佢哋啫嘛。唉，人类已经阻止唔到佢去睇小熊猫啦。呢一只细细粒嘅小熊猫咧，就系马鲁咪啦。咁佢就系2016年6月先至出世嘅。咁头先喺地铁站啦，同埋门口嗰张海报咧，就系介绍紧佢啦。好 Q 啊！你睇下而家。在这间房里面还有他的妈妈阿坚的，好紧啊。而在这间房的出面呢，其实还有只小熊猫在我们头壳顶上面爬来爬去的。他们特登整了一条桥给小熊猫去爬啦，所以我们和小熊猫其实是很近很近的。哇哇哇哇哇，爬野能手。我事除了室内呢，室外还有2只小熊猫的，这一只就叫做 Hokuto 了。好得意，好上镜啊，我好冻啊，吃哎，好劲啊，你左手又吃了又吃了，好 Q 啊。短短几个钟，他已经去了小熊猫馆2次，是2次战绩彪炳。
哇，门口边一堆仲会散食嘅。哇，个 shop Anna 晒我开噶。好啦，到我中伏嘅时间啦。呢度有几间纪念品铺头，仲有好多选择添。我要破产啦。我都唔系买咗好多啫，好似系。应该最核突嘅小红帽，真系好啱你嘅吸力噶。想知我买咗啲咩咧，就记得留意我嘅 channel 啦。我哋走嘅时候咧，就冇搭到巴士啦，试下行圆山公园出翻去。转个身啦 ，Hello。虽然啱啱过咗红叶嘅季节啦，但系地下咧全部都布满晒啲落叶啊！如果天气好咧，喺度野餐散下步，一定会好惬意啊！今次嘅短片差唔多啦，多谢大家收睇，同埋忍受我嘅声音导航。我份工唔易做咧，系咩？唔系啊。